青岛特古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青岛的黄岛开发区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铜森高速、青兰高速、胶州湾高速入口均不足5公里，距黄岛货柜码头10公里，交通便利。公司成立于2003年，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是集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旗下员工近200人，其中资深专业技术人员20人，大中专学历员工所占比例达70%。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桥梁制作、建筑制作、桥梁伸缩缝、建筑伸缩缝、阻尼器、系船柱、电缆保护套管、井盖等及以上产品的国内外代加工服务。公司具备年生产制作3500吨，伸缩缝20000米，其他各类铸造件成品5000吨的产能。始终坚持质量为企业的生存之根本的特古，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特古均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在为企业赢得美誉度的同时，也让特古长久地与更多客户携手前行。特古总经理刘全贤先生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金属材料系铸造专业，深耕行业多年，在铸钢件的生产、制造及工艺研发等领域颇有建树。占地3000平方米的铸钢车间内，拥有集造型、合箱、浇铸、补焊、抛完、热处理于一体的现代化流水线，主要生产重量在2吨以下各类排号的铸铁、铸钢件，车间年产能达5000余吨，2台碾轮式混砂机为水玻璃石英砂造型提供井砂、覆膜砂造型生产线领先于国内同行，2台中频感应电炉保证了各种排号的铸钢件的规模化生产。特古始终坚信，优质的产品来自于对原材料的甄选、精良的工艺及无懈可击的检测水平。尾极高速碳流分析仪、GR2G 可见分光光度计、高速自动引燃炉等大批先进检测设备的配置，完善并提高了检验检测手段，从源头上保证了每一件产品的品质。机加工车间功能完善，设备齐全，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品质量，因此特古高度重视设备的完善与更新。车间内建有数控火焰切割机、加工中心、数控卧室车床、龙门铣床、普通车床、大型立式钻床、剪板机、锯床、电气焊、压壶焊等各型号设备50多套，可实现下料、成型、焊接及加工等一条龙生产。精良的制造和检测设备时刻为每一件产品及每一道工序提供着最为精准可靠的质量保证。组装车间4000平方米，拥有54千瓦烤漆房4套，带吸尘器的打磨平台3套，其全部区域均安装除尘设备，既环保又保障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完全符合特古清洁生产、安全生产的理念。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特古也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公司客户遍及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完善的配套服务、高品质的产品、快速准时的供货能力，让特古赢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积淀多年，特古与大批合作客户保持着长期紧密的伙伴关系。为了给员工营造舒适良好的工作环境，特古投资建设了2300平方的现代化办公楼，覆盖全楼层的背景音乐系统，舒适宽敞的办公环境。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公司还专门开辟了篮球场、健身房等休闲娱乐空间。在特古，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他们亲如一家，为理想、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着。特古期待与您携手。